还有一次丁小雨，天气也太热了吧，所以准备要这么大的水壶来补充水分哦。而且这一次呢，准备这个6公升的水壶要来锻炼的是俄罗斯的壶铃训练，我们赶快一起做吧 ，Go！ 第一个动作，双手持水壶放在胸前，来做个深蹲。尽量做得深一点哦。出力，臀部往前推。好，下一组。3, 2, 1, 4, 5, 6, 7, 8, 9, 10. 深蹲，你可以的话，起来收在上臀。把水喝掉啦，它是不是很实用？